統接住落嚟咧，嚟嘅兩首作品咧，同電視卡通片非常之有關係。咁第一首我覺得就係《夢想獨奏家》嘅動畫《吹響吧，操管上低音號》嘅主題曲。咁啊，佢講述咗日本高校北宇治高中管樂團嘅成員啦，為音樂同埋理想而付出嘅熱血同埋青春嘅一個勵志故事喎。咁啊，第二首咧係近期喺日本啦同埋喺香港非常之大熱嘅動畫《妖怪手錶》嘅片尾曲啊，就叫做《妖怪體操第一》。咁啊，當中嘅體操舞咧，哇！喺日本咧，不論啊大朋友同埋小朋友都識得跳喎。事不宜遲，咁啊，立即有請指揮林國顯先生為我哋指揮樂團演奏。